没话说了吧？没话说，赶紧走！我才不想见你这样的女人！哼，反常对不对？因为我没告诉你就打你了，你连躲都没得躲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也是。他是太子，他非要我嫁给他，我不想。可我一个小女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喂，你干什么呀？ 如果你不想嫁给我二哥，那就走吧。你放我走？怎么，舍不得走啊？火药？不行，我不能看着无辜的人枉死，我得回去阻止这件事。哎，带我回去！<笑>我就说你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，你还不承认？看，被我揭穿了吧？ 不管你怎么看我，请你现在带我回去。你简直是恬不知耻啊！你不要老是动手打人。我虽然不喜欢打女人，但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你快点带我回去吧，不然真的会死人的。还骗人！我告诉你，被骗一次是善良，被骗两次就是愚蠢。你看我像愚蠢的人吗？ 你要回去就自己回去，我是不会带你回去的。撤！哎！撤！喂！喂！你不可以把我丢在这儿，会死人的！喂！真的会死人的！ 老玉头，哎，你叫他们给我演大闹天宫，叫他们给我演大闹天宫。十八阿哥，今儿是大喜的日子，按规矩得到晚上才能正式开锣呢，还要等到晚上啊？太无聊了，现在就演，现在就演。十八阿哥，要不你在这看他们排练吧。 就留在这儿看，我先去忙了。去吧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！哎，你们几位照顾好十八阿哥，听到了吗？是。嗯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啊？你打的特别漂亮，能不能教教我？这个嘛，你学不会的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俩玩捉迷藏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那这样，你拿你的双手捂住眼睛。 数到一百，然后去找我，不许偷看啊！嗯，好。哎，快点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 在跟十八阿哥玩捉迷藏呢。捉迷藏？哼！哎，我找到你了。十八阿哥，你总算来了。哎呀，我可抓到你了。这位管家还以为我偷东西呢。我可没这么说，只是新房种地，闲杂人等不便进入。哎，晚上的歌舞快开始了，赶紧下去准备吧。是。十八阿哥，我们也出去玩。不，我不出去。 我要留在这里闹新房，这我你出去，不是哎，出去出去，哎，我这出去这不许进来啊，哎，不许进来，我这。